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佛说救拔咽口恶鬼陀罗尼经啊。那我就是说这部经我是怎么查到怎么看到的呢，是因为就是我四月份到香港去拜访这个上济下平老和尚的时候啊，老和尚就问了我一句话啊，他说你有没有放咽口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放咽口要很长时间啊，因为寺院里放咽口要有金刚上师，还有有敲锣的啊，有打枪的，还有打鼓的啊，还有就是说陪坐的，然后一起来念那个咽口那个法本很长的，你念起来都要好几个小时。那么正规的坐起来啊，你也要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甚至有坐6个小时的啊，就是说很难的。我说我一个人我怎么做呀，他说一个人做，我天天我都在做啊。他说你回去你好好看看那个佛经。那么我回到大陆以后呢，我就来看，就查阅这个电子大藏经嘛，就找到了这个佛说救拔咽口恶鬼陀罗尼经啊。结果我一看了才发现，哦，原来就是说放咽口啊，它的核心啊就是给咽口施食。咽口是什么呢？咽口就是一个恶鬼的名字，因为他那个嘴里啊往外冒火，所以说他的名字就叫做咽口，就是火烧火燎的火焰的一般的那个口啊，所以他的名字叫咽口，就是叫给这个咽口施食呢，就是放咽口，就是说给他施食，这就叫做放咽口啊。它的核心就是给恶鬼施食，就是给恶鬼施食的它的核心部分呢，其实是很简短的，它就是说把一个杯子装满饮食，然后用右手按住，然后念这个咒语啊，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的这个咒语，念7遍，然后再念4尊佛的名号，然后再弹指7下，暂避这个食品泄于净地上，然后这个施食的过程就完成了啊。这是给恶鬼施食。那么给婆罗门仙施食呢，就是要在净流水当中，可以在江河呀、瀑布啊、小溪旁边，然后念2714遍以后，然后把这个食品呢撒到这个水里去啊，就完成了给婆罗门仙的施食。那么给佛法僧三宝的供养呢，就是说在供养之前也是要把这个供养的物品啊要念这个咒语，念3721遍啊，然后就等于是完成了非常广大的供养啊。那么经典里说呢，就是说就等于是你奉献供养满10方世界的佛法僧宝啊，就十方世界，就是等于是一切佛法僧三宝所有的一切你都供养到了啊。好的，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部经啊，一起来解说一下啊。佛说救拔咽口恶鬼陀罗尼经，这部经呢是由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法师奉教译的啊，唐代的一个大法师，不空三藏译的啊，三藏法师译的。24尊在迦毗罗城尼居律那森伽兰所与诸比丘诸菩萨无数众会前后围绕而为说法。20阿难独居静处念所受法，就是佛陀呢，他在迦毗罗城尼居律那森伽兰所那个地方呢，与很多的出家人还有无数的菩萨，就是围绕在佛陀的周围啊。佛陀呢就给这些比丘啊、菩萨正在跟他们讲法的时候呢，就阿难一个人走到安静的地方去了，一个人静静的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呢，就是在回忆念诵佛陀教给他的一些佛法啊。那么等到了半夜3更的时候呢，急于起夜，3更以后他看到了一个恶鬼，见一恶鬼名曰咽口啊，这个恶鬼的名字叫做咽口啊。为什么叫咽口呢啊，你看后边的描述啊，就说其形丑陋，身体枯瘦，口中火燃，嘴里冒火呀，咽如针锋啊，他的咽喉就像那个针尖似的那么细啊，头发蓬乱，爪牙长利，甚可怖畏，那个头发乱糟糟的啊啊，然后那个爪，就是说那个手啊、脚啊，那个指甲呀 啊非常的长啊，也很锋利。它那个牙呢，也是呲的长长的牙，就有点像那个野兽的那些牙似的，又长又锋利，甚可怖畏，就是太可怕了啊。住阿难前，他呢就是说哪里也不去，天天就跑到阿难的面前，就对白阿难言，就对阿难说：“切后3日，汝命将尽。”啊，即便生死恶鬼之中，他就对阿难讲，他说阿难啊，你3天之后你的命就将
完蛋了，你就该死了。你死了以后呢，这怎么样呢？你就会升到这个恶鬼当中啊，就是说就会跟我一样了。你看我现在是个恶鬼吗？头发蓬乱，枯瘦如柴啊，这个爪牙长利，非常的让人见了都人见人怕。他说你三天之后你也死了，也跟我一样。是时阿难闻此语已，心生惶怖，问恶鬼言。阿难一听了，就是害怕极了啊，心生惶怖，惶惶不安，恐怖之极。然后就问恶鬼说：“他说若我死后生恶鬼者，行何方便得免死苦啊？那如果我死了之后，我要投生到恶鬼道当中，我用什么方便的办法？你快告诉我一个好方法，让我怎么做，我才能够免受这种痛苦，免受这种灾难啊？”这个时候呢，恶鬼就告诉阿难，尔时恶鬼白阿难曰：“如于明日若能布施百千那由他恒河沙数恶鬼，并百千婆罗门仙等，以摩嘎陀国所用之壶各施一壶饮食，并即为我供养三宝，汝得增寿。”你能这样布施我这么多的饮食并且为我还要供养三宝也要供养三宝，那么你能够增长寿命我呢就能够离开恶鬼之苦，得生天上。就是说不仅为我来供养饮食，还要给婆罗门仙供养饮食，同时呢还要为我供养三宝，就替我来供养三宝就是说他这个经理所教的这些步骤给恶鬼施食，给婆罗门仙施食，还有那个供养三宝都要去做的，都要发心去做的那么你这样做到了呢，你就能够增长寿命，我呢就能够离开恶鬼的痛苦，升到天上去。尔时恶鬼白阿难曰：“汝于明日若能布施百千那由他恒河沙数恶鬼，并百千婆罗门仙等，以摩嘎陀国所用之壶各施一壶饮食。”这个一壶就相当于十斗，就古代的那个计量单位，就很多很多的一斗米都很多了，那个十斗米了，十斗米才相当于一壶各施一壶饮食，并即为我供养三宝，汝得增寿。这个法就能够增长寿命那么阿难尊者当年也是活了100多岁他才就是涅槃的那现在等饭长老他已经103岁了，但是他身体还是很健康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像年轻人似的每天健身都很好就是像本老呢，他也是就是给这个方焰口也放过，在五台山的时候放过1000台那他一离开五台山，他肯定也一直在放焰口就是这都是例证的。汝得增寿，令我呢离于恶鬼之苦，得生天上。阿难见此焰口恶鬼身形羸瘦，枯焦极丑，口中火燃，焰如针锋，头发蓬乱，爪牙长利，又闻如是不顺之语，甚大惊怖，身毛皆竖。即从坐起，即至佛所，五体投地，顶礼佛足，身体颤栗而白佛言：“愿救我苦，所以者何？我住净处，念所受法，见焰口恶鬼而与我言。”就是见到了一个名字叫做焰口的恶鬼，他对我说呀，他说：“汝过三日，必当命尽，生恶鬼中。”我即问言：“云何令我得免死苦啊？”恶鬼答言：“汝今若能施于百千那由他恒河沙数恶鬼及百千婆罗门仙等种种饮食，汝得增寿。”师尊，我今云何能办若干恶鬼仙人等食啊？那一条恒河的沙子这根本就数不清了，何况那就是百千那由他数不过来的无数的那些恶鬼，数不清的那么多的恶鬼，还有百千的婆罗门仙很多人呢就修清净梵行的神仙要给他们置办种种的饮食，我一个人怎么能办得到呢？这时候佛就说了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勿怖，你不用害怕你现在不用害怕，我有方便，令汝能施若干百千恒河沙恶鬼及诸婆罗门仙等种种饮食，勿生忧恼。”我有一个方便的方法呀，就能让你置办了这些饮食供养布施给这些百千恒河沙的恶鬼和婆罗门仙，你不用忧愁，也不用烦恼佛告阿难：“有陀罗尼，名曰无量威德自在光明殊胜妙力，若有诵此陀罗尼者，即能充足具之那由他百千恒河沙数恶鬼及婆罗门仙等上妙饮食，如是等众乃至一一皆得摩嘎陀国所用之壶七七壶食。”就是说你
这样念了这个咒语啊，然后在施食的时候呢，你所供给的这个食品啊，啊，就不仅仅是一壶了，而是七七四十九壶，就是说每一个恶鬼面前，他的饮食就会变成了七七四十九壶那么多了啊。阿难，我于前世做婆罗门，于观自在菩萨所及世间自在威德如来所，受此陀罗尼故，能散失欲无量恶鬼及诸仙等种种饮食，令诸恶鬼解脱苦身，得生天上。阿难，如今受持福德寿命皆得增长啊。就是佛就讲了，他说我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就前世做婆罗门的时候，他也是修行的仙人，婆罗门就是修梵行嘛啊，在观自在菩萨所啊，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地方呢，还有这个世间自在威德如来佛啊，世间自在威德如来啊，在这尊佛的面前呢，就是获得了学到了这个咒语，这个陀罗尼啊，因为这个陀罗尼的这个威力的缘故呢，就能够给这无量的恶鬼和仙人给他们施予种种的饮食，能够令这个恶鬼呢解脱苦身啊，变成了天人啊，升到天上去变成了天人。就是阿难，你现在你如果能够如法受持的话，你的福报啊，你的道德，你的寿命都会得到增长，多好，多么殊胜啊，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只要是按照佛讲的这个方法念这个咒语，然后用这个方便法，就可以圆满这种布施的这种波罗蜜，圆满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我们的福德呀、道德呀、福报啊、寿命啊都会得到增长。这个时候呢，世尊就给阿难讲了这个陀罗尼啊。尔时世尊即为阿难说陀罗尼曰：“南无萨瓦达嘎达瓦勒之帝，嗡三巴拉三巴拉吽。”南无就是归敬了，萨瓦就是一切了，达嘎达就是如来了，瓦勒之帝嗡三巴拉三巴拉吽。那这后边就是咒语了啊。那么这个咒语，它的名字就叫做无量威德自在光明殊胜妙力啊，无量威德自在光明陀罗尼啊。那么这个咒语呢，就是世间自在威德如来所传授的。那么在我们那个科诵本里，它有那个蒙山施食，它里头就把这个咒语称作为辨识真言，就是说你加持个这一点点饮食，这个一点点饮食就会遍满虚空法界的都有了。啊，那么每一个生命面前，每一个恶鬼面前呢，它就会出现七七四十九壶的美妙饮食，啊，所以又被称作辨识真言啊，就是这个咒语。好，那我再念一遍，你也可以我带你们念一遍，你们也学一下啊。南无，南无，萨瓦，萨瓦，达他嘎达，达他嘎达，瓦鲁之地，瓦鲁之地，嗡，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吽，南无，南无，萨瓦，萨瓦，达嘎达，达嘎达，瓦罗之地，瓦罗之地，吽，三巴拉，三巴拉，吽。好，连起来念，谢谢，试试啊。南无，萨瓦，达嘎达，瓦罗之地，吽，三巴拉，三巴拉，吽。南无，萨瓦，达嘎达，萨瓦，达嘎达，萨瓦，达嘎达，瓦罗之地。嗡三巴拉三巴拉吽，南无萨瓦达嘎达瓦勒之地，嗡三巴拉三巴拉吽，南无萨瓦达嘎达瓦勒之地，嗡三巴拉三巴拉吽，南无萨瓦达嘎达瓦勒之地，嗡三巴拉三巴拉吽。这个咒语，南无萨瓦达嘎达。瓦罗之地，嗡，三巴拉，三巴拉，嗡，好，你念一念，我听听。南无萨瓦达嘎嘎达，瓦罗之地，昂嗡，三巴拉，三巴拉，嗡。对，南无萨瓦达嘎达，瓦罗之地，嗡，三巴拉，三巴拉，嗡。南无萨瓦达嘎达，瓦罗之地，嗡，三巴拉，三巴拉，嗡。南无萨瓦达嘎达瓦勒之地，吽三巴拉三巴拉吽。南无萨瓦达嘎达瓦勒之地，吽三巴拉三巴拉吽。
Namo Savadarthana Valajdi Hum Sambala Sambala Hum Namo Savadarthana Valajdi Hum Sambala Sambala Hum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佛告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长寿福德增荣，速能满足，谈不能立。就是你念这个咒语来施食，来供养啊，然后就可以让你增长寿命，增长福报，增长道德啊，就是能够满足你的檀波罗蜜。檀波罗蜜是什么？就是布施波罗蜜，你的布施就很快圆满了。那如果不做这个方面法呢，你可能就是生生世世的要出去，就是说扶危济困呐 啊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啊。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具体的事情，但是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积福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它通着冥界呢，通着神仙界，通着这个那个恶鬼道，对吧？也通到天道，因为那些恶鬼吃了这些你加持过的饮食之后，就会升到天上去了，就变成天人了。那你说鬼道、神道、天道都通着了，对吧？就是这样吗？压在上头，压在这个压在往上按在上头，嗯，对。那么萨瓦达嘎达瓦鲁里吽三巴拉三巴拉吽，就这样念七遍。那么你念的时候就是观想这些事情就变多了，啊，那么你也要数就是数到七遍，啊，你可以数指头，也可以观想呢，就是有七尊佛，啊，你念一尊的时候这一尊就变亮，或者中间一尊变亮了念第一遍，然后接着左边出现一尊，右边又出现一尊，啊，这就三遍了，对吧？你念一遍就在观想空中有一尊佛嘛，啊，然后念第二遍左边出现一尊。念第三遍，右边出现一个放光的；念第四遍，左边又出现一个；念第五遍又出现一个，然后再念第六遍，左边一个；第七遍，一下一关，正好是七遍，念七遍了哈。嗯，放下。念完七遍以后呢，啊，那么做这个法呢，就佛陀讲了，每于晨朝，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即一切时悉无障碍。任何时候都没有障碍，你现在吃也可以，一会儿我们学完了马上就做都可以，啊，你是半夜三更起来想起来了做也可以，啊，你吃饭前做也可以，吃饭后也做也可以，你吃饭中间你想去做也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一切是悉无障碍，取一净器，盛一净水，啊，最好就一个小小茶杯啊，啊，小小的啊，专用的，用一个净器，你像我现在就是说给恶鬼吃食的，我是专门用一个玻璃杯，然后我给那个婆罗门先吃食，我就今天刚请了一个水晶杯。啊，我就给专门给朋友们先试试的，嗯，取净气，盛以净水，至少，焯呢就是熟的食品了哈，米饭呀、面条啊、饼干啊、炒面啊都行哈，鸡猪饼饭等，啊，都可以啊，大米饭，以右手按气，啊，右手按了这个器皿，诵前陀罗尼满七遍，然后呢还要称四尊如来的名号，然后称四如来名号，这四如来的名号是什么呢？它的中文就是南无多宝如来，这是第一尊佛哈，南无多宝如来。它的那个梵文的读音怎么读呢？就是南无巴格瓦底布拉布多拉达囊耶达他嘎达耶，啊，就是南无巴格瓦底布拉布多拉达囊耶达他嘎达耶，就是南无多宝如来的意思，就是南无世尊多宝如来。巴格瓦底就是世尊，南无就是皈依了、归命了啊，礼敬了。南无巴格瓦底布拉布多拉达囊耶。啊，达他嘎达也，啊，波拉波多拉的囊也就是多宝的意思，啊，达他嘎达也就是如来，啊，就是一定要念那个梵文的，梵文的、汉文的都念，啊，都念。就是如果梵文的你不会念，那就念南无多宝如来嘛，但最好是都念，因为你念遍数多了，自然就会了嘛，对吧？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巴嘎巴的波拉波多拉的囊也，达他嘎达也，啊，由称多宝如来名号加持故，能破一切诸鬼。多生以来前令恶业罪障消灭，即得福德圆满。啊，这是第一尊佛。当然，你手还要按在那个杯子上啊。第二尊佛呢，就是南无妙色身如来啊，南无巴格瓦底苏鲁波耶达他嘎达耶啊，由称妙色身如来名号加持故，能破诸鬼丑陋恶行，即得色相具足。南无。广博深如来，那么巴格巴的维布拉嘎达拉耶达他嘎达耶，由称广博深如来名号加持故，能令诸鬼咽喉宽大，所施之时自以充饱。
南无离故未如来，南无巴嘎巴的阿巴因加拉耶达他嘎达耶，由称离故未如来名号加持故，能令诸鬼一切恐怖悉皆除灭，离恶鬼去。那么这样做完了之后呢，佛告阿难，若足性子等既称四如来名号加持语，弹指七遍，弹指呢就是大拇指和食指啊，就在这个杯子面前就这样弹七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啊，然后取于石器呢，就是于净地上斩地卸之。那么你这事实可以在早晨起来锻炼身体的时候专门去做，也可以呢，就是说你那个在自家的院子里啊，或者阳台上这么做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积累福报非常神速的一个法。你说这个寺院里，他那些寺院千年香火不绝啊，那些这个得道高僧啊，你说他那个智慧福德那么高啊，那么大，就跟那个放焰口就有直接的关系。那么那焰口的核心呢，其实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个佛说救拔焰口恶鬼陀罗尼经啊。那么佛就说了，就是说把这四尊如来的名号念完以后呢，弹指七遍，要把这个石品啊，就是这个石器啊，于净地上干净的地上啊，斩臂卸之啊，就是说把这个胳膊展开撒到地上去。那么作此施以呢，于其四方有百千那由他恒河沙数恶鬼，前各个有摩嘎陀国七七胡石，受此施以悉皆饱满，是诸恶鬼悉等舍鬼身生于天上。啊，凡是吃到了你这个七七胡石的美妙饮食的这些恶鬼啊，他那个丑陋的就是说粗大如骨啊，艳细如针啊，啊非常的头发蓬乱啊，啊枯瘦如柴的那些丑陋的那个恶鬼形立刻就去掉了，然后变得色相的非常的丰腴，非常的美妙，像天人一样轻飘飘的就飞到天上去了，他们立刻就变成了天人啊。是诸恶鬼悉等啊舍鬼身生于天上。阿难，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就是说给这恶鬼施食，不局限于出家人，在家人是可以的啊。优婆塞、优婆夷嘛，对吧？说的很清楚啊，这是佛讲的哈。常以此真言及四如来名号加持食施恶鬼，便能具足无量福德，则同供养百千俱至如来功德等无差别，寿命延长，增益色力，善根具足，一切非人夜叉罗刹啊，诸恶鬼神不敢侵害，又能成就无量福德寿命。你看你做这个法，你一家人受益，很多家庭的，尤其是农村妇女啊，到了半夜三更的那小孩就哇哇的哭，为什么？就是福报太少了嘛，然后那些鬼就在捣乱嘛，就在扰乱，小孩又很灵敏，他那个因为他那个阳气不足嘛，不壮嘛，刚生出来，你说刚从那个神识变成了一个肉胎，刚生出来他很弱的嘛，那你说邪神恶鬼的一来捣乱，他就是很恐怖啊，你得看到了，或者说小孩他自己能看见，然后他就吓得要命，然后就哭，一天到晚哭不停。那有的呢就找那些神婆呀，找那些什么什么神汉的，然后就给他写一个什么天灵灵地灵灵，到处贴的那些东西，其实他们就可以用这种给恶鬼施食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个小孩就是说半夜三更的哭叫的这个问题都能解决啊。那个你看，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教小孩直接这样做，那小孩从小那样做，那他长大了以后那个福报也大的是不得了啊。就是你这样做的呢，就是说寿命延长，增益色力啊，善根具足，一切非人夜叉罗刹诸恶鬼神不敢侵害，又能成就无量福德寿命啊。你看那个虚云长老120岁啊，你看那个本焕长老现在103岁啊，还有那个寂平老和尚80岁了，跟年轻人似的，上山下山就背着个包，非常的健康的啊，讲话的中气都很足的啊，他也是天天放焰口，天天放焰口啊。若欲施诸婆罗门仙等，这就是讲给那个婆罗门仙施食了啊。以净饮食满成一器啊，也是找一个专门的一个杯子啊，专门买一个请一个那个小小的茶杯啊，很干净的。我是说今天专门请了一个小水晶杯啊，就是以净饮食满成一器，即以前真言加持27遍，二七就是14遍了啊，投于净流水中，如是作矣，即为以天诸美妙饮食供养百千俱至恒河沙数婆罗门仙。
婆罗门仙啊，就是修仙道的仙人呢。你像中国那些道家，他们也可以划归到这个婆罗门仙的这一类里去啊。那么婆罗门仙他们也是讲究行善积德啊，不杀不偷不盗不淫不妄语，也是讲究这些就行善积德的这些神仙啊，因为他只有戒掉了这些恶行，他才能够成就善行啊，才能够成就仙道啊。那么给这些婆罗门仙施食的那个福报功德也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你用这个前面这个真言，也就是无量威德自在啊陀罗尼，光明自在陀罗尼呢啊，这个真言加持27、14遍呢，然后把这个饮食要盛满的啊，以净饮食盛满一气，达到净流水当中，清净的流水。你比如说在广州，那就是珠江了；在上海，那就是长江了，对不对？在成都，那也是，成都应该是有珠江堰啊，那像那些高山的雪水啊，流淌的水、啊、都可以的啊。海里也是，它长流水嘛，只要是清净的流水都可以的啊。那个它是流动的河水都可以啊。就是那些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就不要去了，就是清净的地方就可以。你高山山上的流水瀑布的地方也可以啊，它只要是流水，它都通着大海的嘛，它也通着天地的啊、嗯，它就三千大千世界的婆罗门仙它都可以供养和布施到的啊。彼诸仙人得加持十故，以咒威德，各个成就根本所愿诸善功德，各个同时发誓愿言。他这个发愿，他不是普通的发愿，他是发誓，你看了吗？发誓愿言，愿施食人寿命延长，色地安乐，又令其人心所见闻正解清净，具足成就梵天威德，行梵天行，又同供养百千恒河沙如来功德，啊，一切冤仇不能轻看，啊，那么就是这一点，这种福报，像在本焕长老身上，在那个寂平老和尚身上，更加的体现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中国就是说，过去曾经有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你说批死了、斗死了多少人？佛教界也有啊，也有被批斗死了。但是你看本焕长老就没事，寂平老和尚也没事，他们非但没事，而且身体很健康，他们没受到任何的伤害。为什么？他老早他就是说给这个，就是说婆罗门仙啊，给无量的恶鬼啊，就是做着放焰口啊、施食啊，老早就做了足足的这样的功德了，乃至于我估计他们在那个时候也没有间断过，因为你做这个法事很快的。几分钟就做完了，你只要有这份心，有这份慈悲心，有这份就是说布施供养这众生的这份心啊，让恶鬼从恶道里解脱的这份菩提心、慈悲心，你就可以做了，对吧？一点点水，一点点饮食就可以了啊，一个小杯子随时都可以做，对吧？那得的果报是什么？就是长寿嘛，健康嘛，而且一切冤仇不能轻贷嘛。你说文化大革命它是一个结束，那很多人的结束，很多人过不了这一个关呀，他就被冤仇给害死了，对不对？但是本焕长老就没事嘛，对吧？你看寂平老和尚也没事，还有那个谁，虚云老和尚，他一辈子那他有没有过去生的仇家冤家也有啊，但是他也没事，他就是120岁，他是善终的，对不对？右肋安详的就卧着，然后右肋吉祥卧，然后安详的就走了。他而且他预知时日，他什么时候走都很清楚，这就是善终嘛。善终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要做到这一点，你就日常你就做好做足了这种功夫，给这个恶鬼施食的这种功夫，那你就能够有这种福报，就能够避免这一切伤害啊，都能够避开的啊。那么这里呢，就是佛就讲了，你给这个婆罗门仙施食，就是要在净流水当中去布施，然后呢，在施食之前呢，要加持这个满满的一净气的啊，就是一个小杯子就行了，也不用很大的杯子啊，然后。在那个你像江河边啊，瀑布边啊，什么流水边，净流水边啊，念27、14遍，念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饮食撒到这个水里去就可以了，流水当中去啊，然后就供养了就是百千婆罗门仙了啊，也数不清的婆罗门仙了啊，百千巨之恒河沙数婆罗门仙了，都供养了啊，都布施了，那么就可以圆成这样一个威德和福德。你看，令其人心所见闻正解清净，这一点也很难的。那有的人就是说，见到的人或碰到的事，老是那些就是好像招人生气的、怨恨的一些事。那有的人就碰不上这些事，他出门碰到的都是贵人，都是善人，碰到的就是来帮他的，碰到的就是说来喜欢他、赞叹他的，对吧？那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他肯定也是做了这种福报，做了这种福德了啊。你看本焕长老现在他住在那个深圳弘法寺仙湖植物园，那个地方就像人间仙境一样的，对吧？那这是什么？心可见闻，正解清净，具足成就，梵天威德啊。那本焕长老在五台山闭关的时候放1000台焰口啊，你天天放，天天放焰口，就给这个恶鬼施食，给婆罗门仙施食，对吧？所以说他就有这种果报了，对吧？长寿啊，然后福报大，智慧大，弟子多啊，威德具足啊，名气大，对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欲供养佛法僧宝，应以香花及净饮食以虔真言加持21遍奉献三宝啊。是善男子、善女人则成以天姚善上位奉献供养满10方世界佛法僧宝，亦为赞叹，劝请随喜功德，恒为诸佛意念称赞，诸天善神恒来拥护，极为满足，谈波罗蜜啊。以后你再出门，你说要到寺院里去啊，去上供，或者说去供养法师、供养佛、供养这个僧宝啊、供养法宝，乃至于你在家里，就是说你买了那个鲜花呀、水果啊、清水啊、啊美妙的饮食啊，你要供在佛台上，那么你供之前呢？或者说放在佛台上的时候呢，你要念21遍前面那个咒语啊，就是南无萨瓦达达嘎达瓦鲁兹帝嗡三巴拉三巴拉吽，就念21遍这个咒语啊，3721遍。念完了之后呢，那它的功效是什么？它的就是说，就等于是你有用天上的美味佳肴啊，天姚膳上位啊，奉献供养满10方世界的佛法僧宝了。同时呢，意为赞叹，劝请随喜功德。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不是说要请佛住世啊，要请教法轮呢、啊，要要称赞如来啊，啊，要礼敬诸佛呀、啊，啊，还有随喜功德、啊，这所有的功德都圆满了，都有了，啊，恒为诸佛意念称赞啊，所有的佛啊都在，就是说意念里啊，思维里念叨你啊，同时称赞你，哎呀，这个人真是个善男子，真是个善女人啊，一定要让他。修法上要获得更多的加持，要有更多的善知识来引导他、提醒他、帮助他、帮助他早日成就啊！诸天善神恒来拥护啊！那诸天善神恒来拥护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各种灾难就远离他们，自然就避开了，因为有善神护着他们。那有些人就作恶作多了，他就老碰到一些不好的事嘛，倒霉的事嘛，对不对？天灾啊、人祸呀、啊、疾病啊，这些事就老来找他。那肯定就是说恶鬼、恶神、病鬼来缠他嘛，他才会出现这些事。但是你这样做呢，而且善神就来保护这个人了，啊，那么等于什么呢？等于是满足谈波罗蜜，啊，你看我们讲这个大乘修行六度万行，第一度是什么？是布施，也就是布施是基础。你这么做呢，就等于是满足了谈波罗蜜了，就是你的布施这一度你就圆满了，你光这样做，你都可以圆满这个布施波罗蜜。你说这个法多么的殊胜，这也是为什么你说这些寺院里就坚持在放焰口啊，还有蒙山施食坚持这样做的原因，因为它的确是太殊胜了，它有激励福报啊，然后就是太神速，那个功效太大了，所以说寺院里一直这样千年几千年来这样坚持的、啊、还有真正就是说真心真发心信佛真皈依的三宝的人，他才会100%的信心坚持这样去做。阿难，汝随我语，如法修行，广宣流布，令诸众生普得见闻，获无量福，是名就厌口恶鬼及苦众生陀罗尼经，以是名字汝当奉持。你看到了最后，佛陀又不仅仅说是就厌口恶鬼了，还有及苦众生了，就是说我们这些贫苦的老百姓、也可以这样发心，这样去做。你在救助恶鬼的同时，把自己的苦也度了，为什么呢？你的慈悲心起来了，然后这些恶鬼上了天上去，成了天神了。那天神是掌管什么财富啊、健康啊、长寿啊、功名利禄，都是由天神来掌管的吗？那么这些他们做了这种天官之后，哎，他当初就是那个人救的我呀，他现在有什么困难，我去帮他。哎，他孩子怎么样，我去帮他，对吧？然后钱也赚多了，身体也健康了，什么学业也顺利了，啊，仕途也顺利了，什么都顺利了。那多好，是吧？那像这些贫苦的众生也能够得到解脱，也能够得到救助啊！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啊！
那么这个经的最后就说，一切大众及阿难等闻佛说已，一心信受，欢喜奉行。啊，这本经就是佛说救拔厌口恶鬼陀罗尼经。那么我们就是说，三位可以来这里来。